感觉非常紧张，当时自己就一直在想着，如何打好十环，意味着又战胜了自我，重新开始，从零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去做，一步一步的走。感觉非常荣幸能够与我的队友并肩作战，同时也非常紧张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打好，继续努力，从零开始打基础，在好与不好的时候都得要坚定坚持的去做我自己。非常感谢他们来关注我，来看我的比赛。同时我非常想说的是，非常喜欢他们。